追了5公里都没敢向晴之表白，怎么办？啊，晴之，其实……噔噔，哥们儿，这个时候就该来瓶雪碧。晴之，我想和你。你们是想交往吗？答应他吧，一个男孩子追另一个男孩子5公里，只有这一个目的了吧？ 请你们珍惜彼此。第20招，大胆表白吧。